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刘瑞，刘瑞，你看看昨天先城卖衣服咋样，好看吗？跟你说话呢。妈现在在医院还昏迷不醒呢，你还有心情卖衣服？我是顺路碰见买的，妈现在在重症监护室，我待在医院也没用。再说了，俺姐不是在屋。姐都在医院守了好几天了，你也应该去把她换换嘛。我说了要换她，但是她说妈没醒，她回去也睡不着，我有啥办法？真不知道你儿女是咋当的，真是一天活的没心没肺。我咋没心没肺了？这么多年妈不是一直跟俺姐他们过的吗？虽然我没有处理，但是我给钱了呀。再说了，俺姐夫是上门女婿，他们多照顾一些是应该的。你以为人家稀罕你500块钱？说到底你就是怕照顾咱妈麻烦。我乱跟你说。喂姐。丽丽，咱妈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现在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。真的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医生说嘛，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可脑子里的淤血还压迫神经，以后可能会留下后遗症。后遗症？啥后遗症？说话困难，半个身子不能动。啥意思啊？半身不遂？得是妈以后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。医生说咱妈的病情非常严重，这次能把命保住都算是奇迹了。就算以后这咱妈生活不能自理，这不是还有谁照顾吗？姐，妈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你还回去休息，这儿有俺俩的。那你俩在这儿多操点心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啊。丽丽，再过两天妈就出院了，医生说妈的这病一定要好好照顾，要是再犯病的话可是危险了。姐，你看刘瑞平时工作也比较忙，我一个人也照顾不好妈，你看。丽丽，这照顾妈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姐夫也没上班，他还能跟我帮上忙。姐，我虽然出不了力，但是我一个月多给你300块钱，一个月800，你看行不？啥钱不钱的，这照顾嘛还不都是应该的。一码归一码，这钱必须得给。丽丽，咱妈复原也有段时间了，要不咱把咱妈接过来也照顾几天，也尽尽孝心嘛。你咋别给自己嫌麻烦呢？妈跟姐过得好好的，瞎折腾啥呢？赡养老人咱也有义务嘛，你这样做就不怕别人说你？我每个月给俺妈800块钱，我就不是赡养了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咋想的，你就是怕把妈接过来照顾麻烦，为了省事才拿出800块钱的。就你能行，就你聪明，你要是能在县城给我买一套大房子，我就把妈接过来照顾。照顾咱妈跟买房子有啥关系呢？再说了，咱有房子呢，为啥非要到县城买房呢？我的几个好姐妹结婚以后都在县城买房了。你把你要虚荣心收一收，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，人比人气死人。自己没本事离我还多就行。给你不说了。得是身体不舒服？也没有啥，就是不知道这几天咋回事老感觉头疼的很。头疼？你咋不早说了？不要紧，可能我是累的吧，也许休息几天就好了。那不行，还是到医院看一下。那行，
那明儿就去看呀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不用了，你在五号楼照顾咱妈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那也行，我先往你这边。从检察结果来看，你的脑子里面长了一颗肿瘤，必须马上手术。你回去和你的家人商量一下吧，尽快来医院进行治疗。我来住院，这俺妈可咋办啊？再说了，这手术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我从哪弄这么多钱啊？慧慧，你就别讲了，还是住院吧。我要是住院了，咱妈可咋办啊？妈先让丽丽接过去照顾一段时间，等你病好了，再把妈接回来不就行了？就算我去住院，可是这做手术的钱哪来呀？咱不是还有点积蓄吗？要是钱不够，我再出去借点。三婶儿，忙着呢。啊，丽丽，哎呀，听说你妈病了，咋样了嘛？再别提了，俺妈半身不遂，在床上躺着呢。老人这一病啊，可是难为儿女们了。你跟你姐还应付得过来吧？俺妈在俺姐玩呢，主要都是俺姐照顾，我不忙的时候过去搭把手。你姐条件不宽裕，好在你妈呀还有点积蓄，多少还能帮衬着点儿。俺妈能有多少积蓄啊？你妈跟前少说也有十几万呢。十几万？俺妈咋会有那么钱呢？你爸以前承包咱村的鱼塘，挣了不少钱呢。你爸一走啊，那钱自然就留给你妈了。俺妈咋没有跟我说过这事呢？你一年都回不了几趟娘家，你咋能知道呢？这事你姐肯定知道，要不你问问她。妈，那你歇着，我去给她做饭去啊。哦，会。你有病？妈，我的病不要紧。你不用操心，钱，妈，有，你看病。妈，我咋能动你的钱呢？会，钱，你用看病。好好，妈，我答应你，先用你的钱看病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再给你存回去。啊。俺妈跟前有那么多钱，俺姐应该知道，她为啥一直不告诉我？难道她照顾妈就是为了独吞妈的这笔钱？亏我每月还给她800块钱，她还好意思收？她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妈的钱咋不能用？要不我明天出去借的。可咱现在到哪去借这么多钱啊？要不就先用妈的钱看病算了，等咱以后有钱了再给妈存回去不就行了？都怪我没本事，给你看个病还花老人的钱。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这几年为了照顾妈你才没去上班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医生说医院的床位很紧张，我现在去医院看看床位，你等会儿给丽丽打个电话，让她过来照顾一下嘛。那你去，我先走打电话。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？喂，丽丽，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照顾一下咱妈？我正好趁这个机会把钱的事弄清楚。行姐，我这就过去。妈，
我听三婶说，你爸走后给你留了不少钱呢。有多少钱？十五万。妈，钱在那儿呢。你借用？啥？把钱都给俺借了？不是。妈，你有点太偏心了吧？我也是你的亲女子，你凭啥把钱都全给俺借呢？宝吉，妈，丽丽，咋了？妈咋气成这样子了？姐，你也太贪心了吧！背着我，把妈的钱全拿去用了。丽丽，你听我说，你啥都别说了。以前妈很感激你，我逢人就说我有个好大姐。没想到你照顾妈是另有所图，盯上妈的钱了。丽丽，你咋能这么说你姐？我说错了？你敢说你没有用妈的钱？我是用了妈的钱，可我对妈问心无愧。这几年是我一直照顾妈，不让你操半点心。你咋能这么没良心？我是没有操过心，但是我给钱了呀。我再没良心也不会打着妈的养老钱的主意。你们倒好，住着妈的房子，用着妈的钱，照顾一下老人，还把你们委屈的不成？弟弟，你借用妈的钱，以后我们都会还上的。还？你哄谁呢？妈现在这个样子，还不是你们说啥就是啥。姐夫，我都不知道说你啥好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不想着出去挣钱，成天待到屋里惦记老人的钱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不许你这样说你姐夫。妈，我走了。丽丽，姐夫，啥风把你吹来了？还是你良心发现，要把妈钱还回去？妈的钱暂时我还不上。那你来干啥？丽丽，你等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要说快说，我忙着呢。是这样，你姐身体出了点问题，要住院，我想让你把妈接过来照顾一段日子。你姐要是病好了，我们再把妈接回去。你再别跟我耍心眼了。咋了？妈现在没钱了，你就想推给我不管了？你想的太美。丽丽，你姐昨天打你是她的不对，妈的钱以后你姐会给你解释清楚的。可是现在你姐真的要住院，就算姐夫求你，能不能把妈接过来照顾一段日子？她住不住院是她的事。既然你们已经答应照顾妈了，你就自己想办法，我是不会接。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你姐要是身体好，我们是不会让你照顾妈的。你们有事的时候就把妈推给我，你们用妈的钱的时候咋没有想着还有我一份呢？丽丽，她可是你妈，不管怎么样你都应该照顾她。你心里打的啥算盘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接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丽丽，妈，我可能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，就不能照顾你了。我想让丽丽先把你接过去，等我病好了再把你接回来。妈托累你们。妈，你咋能这样说？这俺都是你的儿女，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丽月姨妈，今天王健已经找他去了，会给他说清楚的。妈，那你倒点水去啊。
你醒了？啊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费了多长时间呢？你都睡了快一天了。那咱妈呢？妈在屋里，我托隔壁嫂子给照顾着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你就去找丽丽，说的咋样了？她同意照顾咱妈了？同意了。你就不要再操心妈了，安心养病。把妈安顿好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丽丽不接妈，我只好给刘瑞打电话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再给刘瑞打个电话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刘瑞的电话关机可真是时候，这可咋办啊？姐，妈做鱼。妈，你别着急，丽丽不来接你，我这就把你送过去。给丽丽打电话。喂，丽丽，你现在在哪？在外面呢。我把妈送到你家门口了，你赶紧回来。我不回去，我就不信你还把咱妈一个人放外。我没吓唬你，妈现在就在你家门口。你爱放不放，我不回去。这可咋办呀？喂，你好，我是啥？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妈，慧慧情况不好，医院刚才来电话了，让我赶紧去一趟。你在这等一会儿，丽丽又回来了。妈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你去。行，我一会儿寻你，我寻你。啊，哼，我就不回去，到时候你还不是乖乖的把妈接回去。大姐，你在这儿干啥？丽。你是到丽丽家去啊？那我帮你敲敲门。哎，丽丽，丽丽，怎么人？大姐，你看这么冷的天，丽丽也没在家，你待到这儿也不是个办法，要不我把你推到俺屋去？啊，好，我推你到俺屋。可怜，哎，啥去？大姐，好吃吗？好。
大姐，你说你在慧慧家待的好好的，咋会跑到丽丽家门口呢？哎，大姐，你别哭，你跟我说说，到底咋回事呀？我，这多鱼。慧慧，医生说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，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那就好，也不知道咱妈在丽丽家过得咋样了。呀，我咋把妈的事给忘了？王静，你咋不说话呢？啊，妈在丽丽家好着呢，等一下我到丽丽家看一下，顺便把你的情况给妈一说，也省得妈操心。行，那你赶紧去吧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这两个娃呢，简直不像话。我再见他的，非好好说他们一顿。咋能这样对待老人呢？会。好，我知道慧慧好，可这都好几天了，咋就没见他们一个人来寻你呢？那，这多余，啥多余不多余的？大姐，别多想了，我这就到丽丽家去，看她回来了没有啊？啊，慢慢吃啊。丽丽，丽丽，又不在家。得是把妈出去转去，我还是得打个电话。姐夫，哎，姐夫，你咋在这儿呢？我来看咱妈。丽丽，把咱妈接过来了。你姐前两天住院，我把妈送过来的。姐夫，你先别急，我给丽丽打个电话。喂，丽丽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琳琳家呢。那咱妈呢？咱妈不是在我姐家呢。姐夫说他前几天把咱妈送过来了吗？你没见？我以为他故意吓唬我，我这几天一直在琳琳家，怎么回去？周丽啊，周丽，你可真行，还不赶紧回来，妈不见了。姐夫，听见妈没有？没有，妈坐着轮椅，能上哪去？都怪我，我咋能把妈放到你门口嘛？你叫我咋说你好呢？她可是你妈，你照顾她几天？我要你的命！现在咋办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们是找你妈妈？三婶儿，三婶儿，三婶儿。